以前想帶麥布 Switch 去朋友家玩的時候，除了要拎麥布機之外，還要帶個原廠底座、 HDMI 線和這個充電線。其實這堆東西真的又重又壓窄，不過最近出了一個新的 Genki Dock， 它不要看它小小粒，但其實它可以完全取代這一堆東西，以後想拎 Switch 出街的話就方便很多了。